简单又美味的饭团，大家孩子都喜欢。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不会做饭了。饭团不仅美味，而且可以千变万化，不拘泥于某一种配方，这种感觉是不是很棒呢？为了让金枪鱼更入味，也为了去腥，我用少量的生抽和料酒将金枪鱼先煮了一下，只收干的金枪鱼备用。鸡蛋煮熟，煮好的米饭里趁热放入调味，见配料表或小贴士，拌匀，再放入切碎的配料，充分拌匀。拌匀的米饭做成自己喜欢的形状，再摆上金枪鱼即可。